Hello， 吃饭了，今天吃这些。松下线。
来，辣椒们，今天吃牛骨髓。今天的骨髓好啊，都是满满当当的。今天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了。倒一个啊，看能不能倒出来啊。哎呦我去。晶莹剔透啊，太丝网了。哎呦哇。太香了。这个真是直冲天灵盖啊。今天这骨髓煮的火小，所以说外边的筋呢就不这么烂乎。那你要煮火大了，上回我拍那就煮火大了，它里边都没有什么骨髓了，黢黑。但这小劲头确实挺费牙啊、哦！哎我去！香迷糊了。香拽了，怎么回事？抹上点我这个乌特辣和酱啊，这酱的味儿老好了。哎，小酱一上上这味儿啊，一下就上来了。嗯，我就是愿意往外倒。出不来呀。我去，看，来点酱啊！我，这里边有骨头挡着。这牛骨髓真是大补啊！哎呦，还能大骨髓啊，过瘾！来上口小辣酱，嗯，带劲啊！这个辣酱是特别好吃，想吃的上我这个小店里边自个儿拍去啊，19.9元发10个，送10小袋。
血旺。